那么他一直想找坐座位，自己没有办法了，坐下来他就发了狠了，这一次下了死的决心。释迦牟尼佛坐上盘座大好，不证菩提不起此座，古文就这样写。但我假是不大彻大悟，找出人生宇宙生命的真谛，不证得这个菩提，菩提的作物，不大彻大悟，不起此座四个字要注意哦。你懂了古文就很简单，我们现在讲土一点，给老子就死在这里不起了，腿都不放了，我就死掉了，就死在这里算了。你看古文四个字都漂亮了，不证菩提不起此座啊，都美啊。你想想那个内容代表什么，他我这一次假设不能悟道，就是死在这儿，两个腿不放，坐到坐死算了。因此七天当中第一天，因为就发了天也通了，第二天天耳通，当然五六天的六通具足，第七天早晨抬头一看，佛经这么讲的，哎，你们同学们接一句一定会这么说啊，度命生而悟道，对不对？大声一点嘛，这个学佛的能多大的气派，还不好意思说话，那怎么成佛呢？啊，度就看见了命生，哎，现在我们厦门电视台哪个名声最有名啊，是不是看到这个名声啊？怎么看到名声而悟道？现在学术家就拼命研究名声这一颗声是什么声，还是太白真声，还是找人起来的尘声，有人说是月亮啊，他天快要亮的时候抬头一看，太空天空上面什么都没有，一颗尘星在哪里亮，这个时候他悟到了。他怎么讲呢？一在这古文哦，现在是要你们好好学古文，古文学会了白话文才写得好，你们想钢笔字啊，圆珠笔写得漂亮，要毛笔字写得好，钢笔字就漂亮了。哎呀，现在人那个写字给我写信给我，我有时候要命啊，比考古还难呐、啊，那些字都龙飞凤舞的看不懂啊，啊，又写的呀、啊、写不好，自己有变花样，很痛苦啊。还一再真奇怪啊，自己感觉到奇怪了，一切众生该具如来智慧德相啊，是个人，每一个人，不是每个人，每一个生命，一颗一个蚂蚁众生，是包括很多的生命啊，都是佛，个个都得到了。一切众生该具如来智慧德相，只因妄想执着，注意这四个字哦，不能证得，所以不能够得到，不能成佛。那我们注意了，我们在家出家天天想打坐成佛，是不是妄想呢？是不是执着呢？哎，你们一定，我们有时候自己感受，我们这个是学佛啊，学佛不是妄想啊，非打坐不可，哎，那不是执着吗？这都是问题啊。
那么我不打坐好不好呢？也是执着啊。我不守护众生吧，更执着啊。这就是这样讲话，就是禅宗。反正你这样也不对，那样也不对，不对的更不对。啊，他只用妄想执着，不能证得，所以他就要走了。这一下他得到了，那么在感动了天人，向他前面跪倒。你老他不能走，你多生多世发愿，悟到了以后要度人世界一切众生。现在你得到了，怎么可以不弘法，不传出来？所以你看，在法华经上到处看到佛说了两个“不忘”两个字，子子，我法妙难思。怎么叫子子呢？古文这两个字啊，现在怎么写呢？写白话，你算了吧，算了吧，不要讲了，算了算了，不要讲了。他说你要问我这个人，没有办法传给你啊。我说的法门妙，非常妙，不是你们用头脑思想想得出来的。我跟你一讲了，就变成学问，变成知识。一变成学问，变成知识，你佛说最好了啊！佛说，思维也高明了，懂这个道就越来越远了啊！所以说，知知，你不要说了，不要说，我法妙难思。但是，他还在后来说法49年。我们花了那么大的时间，那么一段力气，说明什么？大家不要忘记了，学佛第一个要培养自己的头脑逻辑。刚才我从头讲到现在，为了解说什么是很痛苦啊。你们跟我那个同样的程度，我就讲话方便了，就是解释大气叫做客气取证，等于佛要自己定了七，他没有规定自己七条，他是客气了，他的五七的五限期的，我假设不悟道，死在这里不起来，结果七条他悟道，所以后人禅宗仿照他的行为，拿七条来叫大气，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，释迦牟尼佛悟道真正的下了恒生只有七条，所以你们诸位想想，你也去下个七天恒生，我们多两天嘛，九天也可以，有什么关系？便宜一点嘛，啊，便宜卖嘛，你做到吗？做不到。不要忘记了，他前面他是一个太子，而且是独子，哎，不要人家给老百姓投票一定做皇帝的，他不干，他认为这个人生啊，不是一个政治一个哲学一个教育能够解决了，他要追求生命的真谛，他毅然跑去出家了，逃走了，逃走了以后，他经过12年的求证的苦修，才有后面7天的可期正道。老实讲，他前面不是渐渐的渐修来，还是有问题的。所以我们要懂得这个，不是说拿7天来的。那么为什么7天呢？这都我们自己的文化也有关系喽。佛的文化是汉东汉以后再过来，我们老祖宗的文化早就告诉你了，在易经上7日来佛，这个7日记得哦，下午就很严重的东西就会来了啊，7日来佛一句话，这个宇宙的生命的道理，无理是改，这是个科学的问题，
七天一个回转，七天一个回转啊。我们要晓得世界上讲科学，科学与数学一路领先，科学以天文学为第一位，天文科学，可是数学与天文学、数理学、数理的科学，懂天文学，我们中国两千年以前就一马当先下前走的。我们两千年后，我们自己的中华民族的炎黄子孙，现在科学是万分的落后，都对不起自己的祖宗啊！所以我们祖宗早就晓得七日来佛这个回转，大家都晓得讲气候，五天叫做一候，以阴历为标准啊。这个我现在来不及跟你讲，已经大概提一下常识，五天叫一候，三候叫做一气啊，六后叫做一节，过节清明节啊，不是端午节中秋节，那个不对的啊。二十四个气节，五天是一后，三后一气，六后是一节，一年七十二个后，二十四气，二十四个气节，365天多四分之一，这个太阳在宇宙围绕地球，地球在太阳的系统里头过走了一圈，是一年，叫做19天。这个9天当中，七的数字，七分钟，现在讲七个钟头，七天，七个月，七年。非常大的关系，跟大家说到有绝对的关系，打坐修持我们再慢慢介绍，先告诉大家，这都是中国文化的要点，很基本的道理。所以这个是第二点，下诸位介绍打七这个七天的重要。后代的禅宗用打七，禅宗啊，用了打气是什么呢？啊，禅宗从唐代妈祖白丈以后，慢慢形成了禅堂。禅堂里头，大家常年都在那里参禅修道。什么叫参禅？我等一下要介绍，要求悟道，都大部分一辈子住在禅堂里头。老死在这个里头没有悟道的，古人四个字，如马如鼠啊，这四个字形容好漂亮的字，骂人骂得好严重哦。修佛修道的那么多，像农田里头马，像稻米那么多，反正修道人那么多，成功的一个都没有，是什么？是马是鼠鼠，那么多。那哪因为禅堂里头出家的那么多，啊，我当年看到的，呵，有许多人打坐坐在那里，好好的啊，坐得好得很，可以一天都不动哦。你看在那干什么？还不是无想定哦。睡觉，打坐睡觉呢，传你们一个好秘法，秘宗，注意啊！要睡觉呢，给师傅看见你还用功，两个肩膀一端，把头一架起来，尽管睡。你不会这个，一打坐声，就给师傅看出来了，嘿，睡得很稳。可以睡一辈子，将来老和尚修这个禅堂啊，你们
套单住在这里，啊，天天打坐就在睡觉了。因此，后来就是年里到了冬天的赌球啊，就禅堂人打起，一天连绵的训练，啊，这个叫打起。禅宗里头开始，所以我老和尚为了你们年轻人发心修个啊化缘，我们李居士们出功德啊，将来都慢慢再说。修了一个禅堂，他要打起。哎呀，你看你们这些老修行前辈子都在禅堂里做了八九十年啊，现在刚刚才来了啊，当年的老修行腿子都没有练好，打个什么气呀，打一都不能打，还不要是打气。所以打气的道理是这样，后来有各种各样的打气了，修净土的人打佛七，七天念佛啊，那么其他的人摆正恰的也用七天，各种各样都是禅宗里头来的。真正的禅堂，真正的打气，等到慢慢跟你介绍，这些都知识问题。那么老和尚提出来了以后，触动了我一个感想，所以我告诉老和尚，你打你的气，你要我来讲啊，我要改名字。这个老和尚这个人这高明啊，那没有话讲，你说什么他都对。哎，啊，那当然，你要这么改就这么改，别的老和尚做不到的。啊，这个和尚老了，那个脑子在反顽固啊，比山门外那个石狮子还厉害，动不了的。嘿，这位老和尚圆融无碍，你说什么就怎么做，那只要你来，哎，这就给他拴住了，是帮我也拴了，那就给他拴起来了。我叫做这一次的念咒叫做生命科学与实修实践的念咒，所以不叫做大气。如果打气，我不能够这样跟你们讲哦。打坐、精神、精神、打坐，那是另一套方法了。啊，所以你们注意啊，不要掺杂了半天。这一次，将来出去说，南普陀这一次妙老主持打气，从哪一个糟老头子，那个生南啊生北的，那个搞不清楚东南西北的，来乱讲一灯啊，这就讲错了。我们没有打气啊，是生命科学与禅修，错了，写错了，禅宗的禅，禅修实践念咒，这次这个题目。好，我们现在本题来了啊，慢慢来啊。哎，好的，两腿不大听命令了吧，有一点消息了啊，所谓消息在这个腿开始有一点难受起来了啊，是不是啊，啊，是这样，赶快放菜，等一下再来。嗯，先想应承下就想住啊，十分钟就回到禅堂，那要大小方便快去，十分钟啊。